我也有。好，然后接下来呢，红色罐子里面是我们蕾丝蛋卷的面团。哦，对，就是这样。要空空的吗？没有，就是要有一点空隙。对，要空隙。对，知道吗？我知道。别错，来，你来。就等啊，等到熟了。我们台湾的小朋友，比较欠缺的地方就是表达的能力。要说出内心世界你想要的，像Cindy姐姐，就很会说她要什么。对，我希望你可以安静，卷起来就可以了，就简单，这样就是了。对，超级简单的，你看。哎呦，哇，好棒哦！这样就完成了，很棒哎，很不错吧？蛮简单的吧？你可以开早餐店了，我看。我有好好，我可以去工作啦。对，而且你还知道是。就是要这样子，你刚挤太多了。OK， 没关系。我太烈了，对不对啊？像这样，所以你要懂得跟小朋友解释。好，小朋友，你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哈？是。哎，今天有做两种口味哦，好，牛奶跟巧克力。等一下，多做一些给小朋友吃。好的。好，哇，一人一条啊！哇，那真就很多了呢，吃不完了。嗨，乖宝贝，哎呀，谢谢你们，好，来你们的娃娃，来，姐姐姐姐，帮大家做那么好吃的餐，哎，来，啊，哎呀，我好喜欢小朋友，但我的都已经长大了，好漂亮，哎，谢谢你。还得了很多奖，谢谢，还得到一个听说还不能讲，很厉害，这个爸爸永远都得不到的奖。对，因为他至少规定是25到40岁以下才能够获得，对，然后必须是真的对社会有贡献的精英才有机会。我觉得就算你40岁以下也没机会。我们的工作，我们带给他欢乐，对，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报。欢乐是欢乐，但他希望是有建设性。所以你看有这个福报，然后我们又可以来到学校里面，这么多的小朋友。跟我们这个东森的慈善基金，是对不对？一起到这边，然后可以看到你们，然后把欢乐带给每一个小朋友，对，然后看着你们，督促着你们，让你们永远可以快乐的成长，这就是我们的福报啊！我们那个前年的金曲奖是我得的，啊，不，金钟奖，金钟奖是我得的，对。那今年的金钟奖他得了，但是我没有得，所以明年。只要是我得他没得，那就证明今年他是侥幸的。什么态度啊？不是这样讲的，是我就算我跟你合作，跟别人合作都可以得奖。哦，对，那换了 partner 还是可以得奖，那铁定就是我得奖。都是因为你。对，是。我会好好提拔你的。你改一杯咖啡。别忘了我们是你爸爸。白的那会在一起呢，但你把它做成一个钢琴的话，竟然听起来就那么和谐，就在我身边的这个钢琴都能做到我们那么和谐，那为什么我们人做不到呢？所以人跟人之间互相学着去爱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love each other， 好吗？所以人家如果跟你说 I love you， 你要跟他说什么 ？Me too， 对吗？试试看啊。I love you. Me too. 我就会讲 me three， 好不好？然后你们就会讲 me forever， 好不好？会吗 ？I love you. Me too. Me three. Me forever. 好，这就对了，掌声给最有力的啊 ！Cindy 姐姐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I love you three. I love you forever.